是最后一次公演，但不是我们最后一首歌，以后我们还会再见，请记得小美哦。你做到了，要更相信自己。在众人的期待中，浪姐四武功舞台落下帷幕，谢娜队2125票的排名第一， ella 队2124票排名第二， abba 队2095票排名第三。根据赛制，谢娜队全员安全晋级，谢欣、徐怀钰惨遭淘汰，没能拿到乘风创始人的姐姐同样晋级成团夜。乘风创始人赛制成了最大的 bug， 大家从初舞台就开始争来争去，结果比了个寂寞。从浪姐四武功的人气排名来看，节目组捧谁不捧谁过于明显，已经完全不在意外界的看法了，真正的皇族也彻底藏不住了。梅伊利亚一己之力带动节目话题出芒果，赚得盆满钵满。很可惜的是，虽然有强大的粉丝人气做支撑，梅伊利亚依旧不是芒果押宝的姐姐，人气排名起起伏伏。本来有真 C 的实力，结果逐渐沦为陪衬。梅伊利亚最大的失误就是选错了队伍，直接捆绑在了 Abber 队，武功完全没有施展的空间。星光派对团秀一塌糊涂，仅有的练习室的镜头也全都被队长抢了风头，梅伊利亚光芒被隐藏，武功人气排名第六。按照这样的势头发展，想要高位成团都是个问题。在第六位看似出人意料，但又在情理之中。仔细看看排在前五名的姐姐，四位是金主的代言人，一位给带动了节目版权出海，都是被力捧的对象，梅伊利亚也只能靠边站了。从五四公演的人气排名来看， Abber、谢欣、梅伊利亚、ella、知福五位姐姐分别拿过人气排名第一，没有人能够实现连庄，节目组确实平衡得非常好。虽然看上去 C 位更有悬念了，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这个 C 位只有 ella 能够撑得起来。谢谢你们在这段时间带给我所有的美好，我会永远的记住你们，而且别忘了，你要相信你自己，你可以的。对于武功的人气排名，前两名的争议很大。知福在33位姐姐中拿到了一路逆袭的剧本，五四公演解锁了不同风格的舞台，可甜可盐可性感，中文不断的进步，唱跳实力也让人眼前一亮。在武功的舞台表现来看，知福拿到第一名实至名归，他本人足够努力和真诚，舞台也确实拿得出手。亲爱的姐姐们， As we reach the final challenge, I just want to say that this is an incredible journey we have had together. 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学到很多，我爱你们。加上 ella 队的姐姐在一起的魅力会加倍散发出来，拿到第一名也没有什么可争议的。猪猪武功空降第二名着实让人意外，虽然团秀入画江南很惊艳，但是他本人毕竟没有参加合作秀，给人留下的印象也不够深刻。事实上猪猪在四宫就已经藏不住了，舞台出现失误依旧的拿到了第三名，压根难以服众。谢谢姐姐们，让从未有过集体生活的我拥有了无数个畅聊到深夜的夜晚，很荣幸可以和你们同台竞技，并肩拼搏，我们下个路。谢谢乘风之旅同行的每个人，遇见可爱的你们是超快乐超开心的事，爱你们。相信自己，这一次用力乘风吧。如果你再仔细往前复盘，猪猪在初次见面就成了绝对的主角，圈外人的人设完全就是精心打造出来的。对比蔡少芬、贾静雯、刘雅瑟等演员，猪猪就是本季官方的力捧的门面。队长 Abber 在武功舞台几乎败光了路人缘，自己连上两个合作舞台，最后队伍的成绩垫底，他本人的言论、舞台的表现、镜头量等等也成了争议的焦点。我想要对所有姐姐说，非常非常骄傲，谢谢姐姐们的相信跟你们的支持，如果没有你们我也没办法，谢谢。 I love you guys。
想对所有的姐姐说，姐姐，谢谢你。归根结底，人气和舞台实力不匹配，过度配捧最后让观众彻底的逆反。最离谱的是，在武功舞台的合作秀中，都有着惊艳表现的谢欣和徐怀钰，人气排名直接垫底，最后两人双双被淘汰。谢欣是本季节目中非常稀缺的舞蹈担当，从出舞台到五次公演，也留下了诸多的经典作品。虽然早早拿到了乘风创始人的资格，但是最后还是没能免遭淘汰危机，观众缘真的成了一门玄学，只能说谢欣选错了节目。徐怀钰从一公开始就开始挨骂，整个人开启了自愈之旅，队友的不断加油打气，他本人也慢慢的找回状态和自信，武功舞台的表现感动众人，但是终究没能打动投票的人，最后时刻被淘汰。徐怀钰和谢欣直接放弃了复活的机会，两个人的表现有目共睹，所以人气排名也成了大家吐槽的焦点。反过来看看吉娜、陈意涵等姐姐，一路躺赢躺到了成团夜，如果他们和谢欣、徐怀钰互换位置，可能结果更加符合大众的心理预期。33位姐姐中当然也有例外，通过硬实力改写了剧本，这个人就是歌手黄丽玲。黄丽玲是本季节目中公认的实力大 vocal， 但是节目中并没有享受到大 vocal 的待遇，前四次公演基本上都是工具人，完全没有施展的空间，四公更是完美错过了他，人气排名也始终不理想。浪姐四武功舞台，黄丽玲终于有了释放自我能力的机会，不要再孤单和龙里电丝两个合作秀舞台，她展现了自己唱跳 rap 等方面的硬实力，一开嗓就完成了舞台上的焦点，光芒彻底的藏不住了。武功舞台，黄丽玲人气排名直接飙升十位，从第19名上升至了第9名，首次进入了成团位。黄丽玲在前不久拿到了金曲奖的歌后，如今又在武功舞台大杀四方，节目组终于明白谁才是节目的大魔王。